呢啲厭惡性行業需要好大嘅熱情先至可以做到導演噶嘛？你覺得自己冇咩？我中意其實我覺得演員就是你做好自己一個人的角色啦，但是身為一個導演呢，你要做好這個，譬如說一個 team 有20個人，他這20個人的角色他都要做到咯，所以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來的。